交流吗？我打完了，我喊罗二。I'm going to say that it's my great news. Thank you again, and m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来祝福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呢，今天早上从美国的迈阿密过来，就专程来支持我们这个晚会，而且还给我们带了3000块钱的这个抽奖礼品过来，真的很感动。我是从2015年的10月份开始给湖南土商会服务的，在这2年多当中呢，我收获是很大的，应该说两个最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收获了很多的友谊。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给我的孩子，做出了一个榜样的作用。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仅是说要自好、自学习好、自生活好，我们也要给这个社会的来服务，让我们大家都好起来。那么我给同乡会做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接手这个同乡会，当时是不到100人，现在我们队伍是特别的强大。我这2年多，我做了10几场活动跟同乡会，每一场都超过了100人，每一场老乡们都是特别的支持的。大家晚上好。为祖国主题国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谢谢你们。谢谢赵主席。
希望在那个争彩云飞翔的带领下，普拉图商队能够更往上一层楼，为我们华人社区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在这里祝在座的普拉图商队的朋友们、商会朋友们，生活愉快，家人幸福。我们一起工作。
但是今天呢，因为张曼玉女士和她的新朋友，我都没法来现场。邓丽君女士呢，跟我沟通了一下，我说如果她今天来了，真是变成灵异的时候，这个也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今天有加拿大旗袍文化艺术的会主席谢金香女士，渥太华旗袍协会帮忙配备了旗袍协会优雅的各位老师们，加入我们的旗袍是花好月圆和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请二位。轻轻的一个吻，
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大家让我先讨论一下这个吃的呀，我猜不到
快乐没烦恼，永远不会老，我是一只猫，快乐的心猫，周围冒气泡，音乐的符号，我是一只猫，带给你热闹，一起来舞蹈，你快乐就好。我发誓，我是一只好猫。江山如此之高，引无数英雄竞逐。
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曲种。刚才听说就是后面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接下来会稍微好一点，是吧？那上承唐代诗文，加之民歌小调，兼容并蓄，有说有唱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长歌方言演唱。我是文化志愿者呢，是杨清明老师十几年如一日的国际文化外交活动的心得体会和创作的。下面就有请他们给我们带来《我是文化志愿者》，有请。Peace.
轻轻的中国人。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Chinese, right? Yeah, okay. Congratulations.
湖南同乡会的发展已经离开各个其他同乡会的大力支持。说好了没有？中国有句俗话说的。
酒逢知己千杯少。这首歌你唱完之后呢，我要跟你同饮一杯，好吗？啊，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是《开缸酒》，希望大家今天在这美好的夜晚不醉不归。谢谢。Thank you.
牛奶款小店是我们福建非常著名的花鸟戏。它讲一个故事，就是小朋友们可能没听过，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原来呢，很久以前在湖南的这个常德武林区，住着一个司马景，住着一个母子两个，这个儿子呢叫刘海，他的母亲双目失明。每天呢就是刘海非常的孝顺，上山要砍柴，然后辛苦的劳作养着妈妈和自己，这样的对我们特别好。在他家附近呢有一个山，山里面有一个狐狸，有一堆狐狸精，后面有一个孝顺女。这个狐狸精呢，就是修炼得道，然后就快已经半仙了。他修炼一颗金丹，这个金丹含嘴里，他就变成人形。然后他就看上了这个刘海，他想嫁给刘海。刘海一看呢，一白富美过来了，怎么办？就我一从脸色就不太好，就拒绝，开头是拒绝。后来呢，就是看人家姑娘给他打包，里面非常的主动热情了。刘海就跟妈妈说。啊，也就是说他们俩准备在一起。他们俩结婚了，就去装了东西啊，然后就跑到这个城里面去买，就是现在的房子。
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越挖越好，谢谢他们。谢谢啊，这个是有创意的，它是我们家家界的智囊菇吗？跟我们蒙特利尔的那个高楼大厦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似曾相聚，他乡是故乡的创意水。谢谢，谢谢。只要三千三，不对，只要三千，不要两千九。